比如说船棺里面没有发现文字，但是呢刻着很多既像图画又像文字的符号，而三星堆出土的很多器物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符号。这些符号呢被专家命名为巴蜀图语，他们推测他们应该就是古蜀国的原始文字。还有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呢统治古蜀国的那是一个被称为开明的王朝。古代书有蚕丛、百管、玉符、赌鱼、开宁这几个王朝。开宁王朝根据记载，据说是京人别令到了成都平原啊，以后嘛取代了赌鱼王朝啊，建立了开宁王朝。那么他的入川时间大概来说可能是春秋这个西周晚期到春秋这段时间。大概开明是据说是传了十二世，大概到战国的中期。战国中期正好也就是2500年前左右的时候，开明王朝呢他碰上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他们被一个邻居啊给盯上了。这个邻居呢，那就是战国中后期崛起于西部最后一统一天下的秦国。那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16年，秦国的秦惠文王派大军翻山越岭，就进入四川盆地。虽然史书中呢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但考古队的专家根据船棺大墓里的种种情况还原了大墓的来历。您听听看它有没有道理啊。2500年前，古蜀国的开明王朝它统治着整个四川盆地，而当时的成都平原跟现在的环境它还不太一样。这里呢湖泊众多，河网密布，它是一个西部水乡，船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呢这里的人死了之后跟东南的某些部族一样，死后呢以船为棺，它就形成了船棺葬俗。可惜啊，他们平静的日子呢这时候也到头了。古蜀国的邻居日益强大的秦国就开始了他的扩张之路，而仅靠着自己的蜀国，哎，那就成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出大军翻过艰险无比的蜀道进入到四川。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古蜀国一位年轻的王子带着一帮同样年轻的王族子弟率军赶赴边疆，与入侵的秦军展开了厮杀。几千年来与世无争的蜀军哪里会是秦国虎狼之师的对手呢？很快整支蜀军包括那些年轻的王族子弟就全部战死沙场，那甚至呢连个全尸啊都没留下。大战过后呢，当地老百姓收拾好这些王族子弟散落的尸首就送回了成都。那对这批为国捐躯的英雄子弟，蜀王给予了最隆重的葬礼，船棺上呢刻着国家的图腾太阳，还把珍贵的兵器甚至国王的印章都一起埋进了大墓。而不久之后呢，秦军也打到了成都，灭亡了蜀国。那因为蜀国呢还没有文字也没有史书，所以呢这段历史呢就淹没在岁月的尘埃中，几千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怎么样，专家的这段推测是不是能够有力地解释船棺大墓里那些看似蹊跷的情况呢？啊，比如整个墓它为什么都是年轻人，这墓主人尸体它为什么会四分五裂，还有这陪葬品里面的兵器，船棺里的王子印章。对了，专家呢还说了，商业街船棺大墓出土的众多器物呢还表明古蜀国不但存在，而且呢并非与世隔绝，他们与周边的中原国家已经有了众多交往。蜀文化在起码在战国时期啊，可以也可以说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和中原地区和楚国地区这交往是很多的。这一点和这个文献上的史书的记载啊也是一致的。主要表现在楚文化地区和中原文化地区一些青铜器甚至一些陶器流传到了船棺葬里边来。成都商业街船棺大墓的考古成果和之前的啊广汉三星堆遗址
那之后的成都金沙遗址、考古成果一起共同印证和重现了古蜀国的历史和文明。虽然这个文明呢与我们熟悉的中原文明有所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华夏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值得我们为之骄傲。